大家好，我们是 Forever。我是清月，我是拿铁，我是九力，我是迪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拍 Forever 的第一首主打歌，没错 ，Forever 的 MV。看一下这个场，我们的龙飘场。希望今天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，我们会有信心的。加油！加油！他是 Forever 的下雨制造器，就每次我们在练舞教室，我们两个地板永远都是湿。这个电风扇有铁达尼的感觉，而且我们前面是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Forever， 我是清月，我是拿铁，我是九令，我是迪恩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拍第一首主打歌的 MV Forever。那这首歌呢，其实是我们第一波主打嘛。那我们是想要营造出一种热闹还有欢乐的氛围。其实你看字面上那个词的字面上的那个解释啊，就是希望女生去找寻她自己的幸福。这首曲风我觉得很欢乐啊，因为我们一开头啊就是用了很多 rap 还有电音，从前奏一直进来到，而且一进来不是主歌哦，是副歌，就让把那个先带起来一个欢乐还有热闹的气氛之后呢，让你们慢慢品味这首歌。京剧。从白天跳到晚上也是第一次，因为之前没有拍过这种从早跳到晚的，本来很紧张了，就是险金也买了 ，B 群也买了。然后吃的什么该吃该喝的都弄了，这个真的非常有用。我才吃两颗哦，然后喝了两瓶鸡精，就从早跳到晚，嗨到现在没有停过。因为我今天拍这支 MV 的时候，我跟团长还感冒了，所以有点来的时候精神真的很差很差。然后拍到现在，觉得
结束了，真的还蛮，就是很有成就感。我第一次拍 MV 的感觉，我很紧张，对，然后又睡不好，然后其实很多就很多想法就不太敢表现出来。Forever 的首张同名迷你专辑呢，即将在6月10号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Forever。